完全身心的放松。然后呢，今天大家聚在一起，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，这次的派对主题就是睡衣派对。不，男生睡觉没有睡衣，对啊，现在都没有衣服。男生会拥有睡衣吗？聊会，这上面聊文他不是，因为有蚊子，你知道吗？要穿长袖跟长裤。我记得张俊然，我上次好像是你先睡了，然后我在那儿坐着，洗完澡出来，张俊然在说梦话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还有赫儿也说梦话。我说梦话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我咋了？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我记得你说了一个好大声的梦话，哈哈！我是梦到什么惊悚的？哦，我这两天确实做了一些。那我呢？不可思议！我说的啥？你没说啥呀？哇哇哇！跟宋小轩一样的吗？宋小轩睡觉，宋小轩睡觉特别恐怖。睡。哎，我有时候也会。那是生长期。对。他就突然抖得很厉害。其实他睡应该睡觉还蛮好，还蛮安稳的。什么？宋总，我跟你说。行吧，跟你说。我跟你说，你小心点啊！你要干嘛？他就是那种他不会选床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床可能多大他也是他一个人的，然后就是第二个人如果睡在上面的话，他一定会压到那个人身边靠，然后还要把那个被子给你捞过来。有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呢。可能是我睡着了。我没啥习惯，我就是正常睡觉。裸是吗？要不要抱着？哈哈哈哈哈！啥呀？爆料不了，就爆料了。啥呀？还跟我说了？啥呀？你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啊。啥呀？你们穿裤子？我穿了裤子的，我穿了裤子的。何止？我真的穿了裤子的。你穿了裤子。今儿睡觉习惯啥？我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小马哥也还行，就是容易清醒。对。那太凶猛了，太凶猛了。后来我好像睡了可能有一两个小时了，突然我感受到有力量在把我往床边上推。那不是，他一般会用脚来踹我，他会把我推到旁边上，还把他的手这个样子。那不是宋小轩吗？锁喉。宋小轩也是这样。对啊，他锁喉。他们俩都是。我上次到深圳跟他们俩一起睡，然后睡觉的时候，对啊，他们两个是把你抱得紧紧的。那如果他们两个睡觉，不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他们不把我抱紧，他们把被单抱得很紧啊！对，跑到我了，我有什么坏毛病吗？打呼，我打呼，知道打真打，不见我打真打真打，就是打一段时间，如果不打了，打一段时间就打了，但是很小声，很小声，对，就是，对，就是那种，就是这种。他们俩都是打架类型的，对，打架类型的，就睡觉相当于就是他们睡着了，别人就不要想睡。然后挤人力，对，差不多。我记得我跟你睡的时候，我还是说，注意用词好不好？我来找你一起睡觉的时候，都不对，算了，他给你睡一张床上的时候，就说怎么回事就行了。然后我说，要不然你先睡吧，我怕我一定要睡你睡不着。结果那天我真的没有睡好，是我低估了你。那我们在整个这个睡衣派对开始之前，首先需要各位接受一项特别的挑战。吃东西。挑战的名称呢叫做大胃王。粉红色的回忆。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压心底，压心底，不能告诉你。晚风吹过，温暖我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，多甜蜜，怎能忘记？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。我要写。我要写。这样大家好麻烦。说讲的不，说讲的不，来吧。那从梁文这边开始。梁文开始啊。梁文第一个。不能暂停。好，这样笑的让我去看完嘛。这才几秒啊。我觉得鸡蛋我可以再一次机会吗？不可以。这才几秒啊。刘耀文最终成绩13秒6。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声音。哎，前面五秒钟啥都没有。我们可以看完吗？我想看完吗？看完了。不要看我的，有我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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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这个声音跟现在完全是两种感觉。他要学一个就哭了，他也在哭，他也在哭。不要，不要！哎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来收点钟，哎，怎么我每回都输啊？为什么能是这个呀？这个不是我那首歌前面那段吗？他的表情已经崩了。Always online，我记得我小提琴是有胖起来，不是我的。哎，后面是啥呀？严浩翔最终成绩21秒。这锯木头的声音啊，真的，真当时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你的表情是怎么一直保持这个样子？我不知道，其实可能是当时我很想笑，但是我又一直憋着，就憋出来这么一种感觉。他肯定把后面，既然不放我的音乐。那些你闭口的魔鬼，真的是魔鬼。我真的啊，欠，每次咋都是我呢？谁跟谁啊？我觉得我这样划拳会划到第七。乌鸦的吉他，你吉他找到了吗？笑死了！8秒！啊，很有零几年的感觉哦。笑了，算是。哎，不是，什么是我呢？那不是苏亚轩吗？哎，这人像头发。哦，他的这个头发找到啦。哎，不是他吗？怎么还祸害我呢？谁跟我滑？谁跟我滑？没人跟你滑就是啊。哇，我还挺喜欢滑几圈的。好，牙刷找到啦。哆来咪咪发嗦啦嗦啦提。那个，笑出来了，笑晕了，这样算了，我觉得挺好听的。哎，别把你的嘴巴蒙着呀。我觉得挺好的，笑了，你看这嘴角向上的样子，笑出声来呀，笑出声。对啊，他笑出声了。没有没有。啊，他做出表情了。哎呀，我其实没有感情了，是吧？习惯了这还好。还好，就面部已经动了。哦啊，这。那你说。哎。脑部。小马哥，和你玩，不要冰棍了吗？过三我的快乐已经不在，我的日记已经不在。3, 2, 1，小马激光。哇！太过分了！等一下，把篮球，不要讲，不要啊，不不，我是倒数第四，像三了。哎，小马哥应该是第一个小时。小马哥的时间6秒，7秒。Yes. 粉色粉色。之前是 You are the first。来，准备3、2、1。我跟你别憋了，我是兔兔。哎呀，这是男边路。哇，他这个面无表情真的是。这是哪？我没得给。这是男边路吗？应该是吧。好可爱。这不是那个谁来的吗？喵可爱。Thank you.
快，三二一，我靠！我觉得好像又被吓一跳。第一名是贺峻，打关了。Yes。第二名是张君岩，恭喜。42名。第三名是。第二。严浩。恭喜。第四名是丁晟。不是第五。你说只要不说话，我们四个全到一分钟。恭喜。第五名是刘耀文。刘耀文。恭喜。恭喜。13分。啊？13.64秒。OK。然后。10秒。第六名是四海天。恭喜。恭喜。竟然有人比我还重。小马的是。好，祝贺你！我首先请刘耀文把那个就是视频中的这个画面来远景呈现一下。一分钟播不出来，没事，你再看一遍。不不不，我也播得出来。那我那么开心干嘛？我以为只有最后一个。请刘耀文同学做一个就是优质的专业演员，把远景呈现一下。我不知道我说啥了。那我们再看一遍。不，我就知道，我有乔治，不要当我的护身符。是这个吗？我就觉得进去了就非常淡定，我的护身符有了他没有人敢抓我，他敢抓我乔治会拿他的那把刀砍他。耍轩，你的刘海是哦，你的头刘海什么？你刘海是这样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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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的。不是上去的，是上去的。哦，放在这儿了，这是放在这儿了，这个脚要往前。不，他副歌是这样的，没有，这是前面，这是前面。来，哎，我来。你要弹吉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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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我们进入到第一名马嘉祺的远景呈现。来来来，小马哥，必须演出来，必须演出来。来，嘴来，演，你别动，要演，要演，要唱。你们把那个关了，又把谁关了？小马哥加油啊！小马哥加油！我的快乐怎么又放了一遍？不在，几岁啊，小马哥？不了，我已经不在，我的日记已经不在，我的秘密已经不在，我的心情已经不在。让我变得如此沮丧，让我变得如此无奈，让我变得不再可爱。哦，但是，哎呀，可以。倒数三位啊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有一个倒数三位的排名，就是不是最后剩下的四个人根据他们的那个表现啊进行投票，投出要接受惩罚的那一个。这还不算惩罚啊？不是，刘耀文最后。不然我第五呀。刘耀文吧，刘耀文。不要我，我不要我宋轩，宋轩那个头发好飘啊。刘耀文，我觉得宋轩的很好。他也，他上来就一票否决。我那么努力。我也很努力了呀，我都差点哭了。你哭出来了吗？那我可以再唱一遍，你可以哭出来。好。那我最后好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输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首先。你们觉得就是第五的是是他举手，啊，是他举手，是他哦 ，yes yes yes， 第六的是他举手，谢谢 ，no， 我死了，是他举手，这么简单，我跟风，我跟风投票，选择我们的最后一名就是刘耀文，然后第
跟风投票，稳赚不赔。我哭了，我现在。你要把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别哭，别哭。那请我们的第一名开始随机选择面前的睡衣袋子。一般导演一般都是第七个是最快的。穿上了撒娇，要不然又没有。第一名，第一名，有爱的第一名。好，请第二名张真源选择。选三，选三，选三吧，选三，选三。我选七，选三，谁选三？三好。好，请丁程鑫选择。选三，可以撕了吧？第二选三。想到最开心的，我就和他。选一不行，选三，选三呢？选三，选三，选三。对对，这个好，这个。不要看表情，不要看表情。不，不要看表情，他演的。你说，我觉得黄的，黄的，黄色的一定是好的。OK。就拿这个，真的。谢谢。不可能，我的快乐已经不在。不能打。怎么还在个？好，请刘耀文领取。好，现在到我们揭晓每位成员的睡衣环节，请你们根据袋子上的数字一号不怕不是一个女装吧？哇，他最正常，哇，他这个好正常，好正常。哦，只有裤子没有衣服啊？他没有衣服吗？这是一个老汉睡衣。哦，就不穿衣服是吧？啊，对啊，不穿衣服。玩这么大吗？不穿衣服。好，请二号袋子打开。二号的快乐。哇哦！哇，沙滩裤哎！哇哦！啥背心儿？皮克斯背心儿。啊，这个是背心儿。哦，可以看了吗？我这是一个儿童。哇，好儿童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眼罩。眼罩。哇哦！哇！哎，今天谁抽了这个？我看一看。哇哇！七号是最差的。我真的，我拿个七号，我拿了六号。你这个好正常，你跟刘傲文是是情侣款吧？请六号的。这是什么？那是睡啊，是睡裙。哇，哇，我看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哇，你这个更恐怖。太好了，花花花。你有什么要讨好我的话要说的吗？你看这个腰，它已经不是你能穿，它你穿上它可能会掉。但是我穿上我可以夹夹的，所以这个裤子应该是归我。它也可以夹夹的，它也可以夹夹的，它也可以夹啊。换一下嘛，换一下嘛。我的裤子穿着你也不好看，换一下嘛，换一下嘛。这样你觉得哪一个好看一些？这个呀，肯定是那个好，肯定这个那个好看一点。这个还有点好看吗？那石头剪刀布输的穿，那个好看，不伤命运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啊，输的给。好，你不能被他主持了大局，你要自由主见，就选他了，你知道吧？有点石头剪刀布，算小李也不错，三个一起吧。石头剪什么呀？我不要穿那个。石头剪，那我一局就一局。石头剪刀布，布，出击。I'm the bad guy. Duh. Duh.
电影还是电视剧？电影、电视剧都可以。给我快乐星球。快乐星球挺棒的。最近在看日剧。他喜欢日漫，他现在在看动漫。对。类似于那种。是之前。对，类似那种动漫。我先说我喜欢的，会看的，一般是悬疑类的，或者动作。或者科幻类的，还有军事片，柯南嘛？对，我对不喜欢看动漫，需要有一个人在面前上。在上课，我觉得，我想想，《杀人者的记忆法》。哦哦，对，最近的话，我看的动漫比较多，我最近在看《玩英雄学院》《一拳超人》啊，《一拳超人》对。我喜欢悬疑片，悬疑片还有那个片，胆子这么小，你还敢看悬疑？悬疑片，悬疑的妈呀，恐怖片、惊悚片，看不见的客人。哦，看过那个《星际穿越》。那反转，反转，我也看过《星际穿越》的。那个挺帅，独立日挺。好，那这个是他挺喜欢的。加菲猫。加菲猫的幸福生活。哦，可。什么呀？我看的是《华文杰瑞》了。哦，对，你也在看最近。对。我现在看到别人去找佐助，要说一部最现在喜欢的吗？头号玩家还挺多的。哎，头号玩家确实还不错。头号玩家是这个样子的。游戏，我和李耀文去看的。然后那天本来我是很不想去的，我说这是什么电影啊，听都没听过。然后他就把他去了，然后看了一会儿，说我明明很先是我说我就在那儿睡一会儿啊，然后结果我睡了。是不是还挺好看？真香！我也挺喜欢看科幻片的。然后我最近还想再看一遍《暮光之城》。哦，那个啊，狼人吸血鬼，可以。那么就是根据大家喜爱的什么类型的，选出了两部剧。两部剧呢，就是说大家来抽一下角色，一会儿我们演。可鱼，哎，我好像是有点熟悉，是那个可鱼是啥？是那个吗？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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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给我时间，哦，哎呀，何尔最了解这种剧了，古巨基老师。哦，天天看这种剧。不要！这是谁呀？玉珍是，也是前玉珍是那个。请将你的角色卡。我只知道胡真。天小小什么？小影。小影。小影。为什么上面还有一个手？我是特种兵里的小影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住手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！天蝎。什么？什么？天蝎。天蝎是个什么剧啊？是什么？是什么剧里面的人啊？请年后想。你副官，什么？你副官是什么角色？啥？副官，一听就是那种，是乡村爱情故事吗？晴天，可云晴天。我总感觉小影跟晴天是一，对，我也觉得是一个剧里面的。玉珍又是什么的？傅文佩是什么？首先，成员每说对一句台词，便为本队加十分。哦，好记忆力啊！第二，如果说出现 NG 笑场中断，将会扣十五分。哦。然后，如果说严重的 NG 将会导致整个剧情的重来一遍，我们将会扣除50分。没事，我会 freestyle。最后一条，如果说成员的演技遭到评委们的一致认可，将会加50分。这什么鬼？这一定是我了吧？何姐，你猜对了吗？何姐，你真猜对了。我没有错。这是你。
妈妈爱你。这里有四个人，谁是宝宝啊？哦，我以为是还珠格格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威廉宝宝吧。妈妈亲你的眼睛。哇哦，那个是傅文佩吗？我看不到。那个小孩是傅文佩。母巴佩哦。这是姆巴佩吗？姆巴佩进球了！这是谁呀、啊？我感受不到。哦，明白了。这是谁？是刘耀文。我感觉杰瑞，我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你啊！我不。求求你了！这小朋友谁？这是小云的独角戏吧？全场进球！你们在旁边。哇啊！哇！这是谁？这是张俊仁吧？哎，不是，什么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我爸，那个老年人你夫啊。那是我的。那我们俩。是我独角戏吧？这么多，全是你的戏，刘文啊，就是死了。你旁边只有在那哭就行了。那个是于真吗？这是谁啊？这是谁？这个于真。这是玉珍啊，玉珍是那个老男人是副官是吧？还有你这，就剩这个现实吧，可晕是你副官配，这是你。谁当孩子啊？张俊仁，你没有孩子，张俊仁，你当他们的孩子吧。那个谁还有亲你两口的吧？你有什么花儿？那你副官干啥呢？我们跟谁？没有人，太凶了，爷、yeah, ，是他呀。你抱他是吧？啊！别，我们来瞪一下。对。哦，不特写。初恋的味道。他到了。我可以问这些，我不想忘记你，我是错的时候，是你给我怎么这么多？我们开心的时候，我会陪你一起难过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只有我有一丝笑容的时候。你快说一下，大嘴巴子。够了，谁说的够了？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以为我们可以成为分享秘密的朋友。我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帮助你，帮助摆脱掉失去什么月月的痛苦。月月是谁啊？那个自己有一天能在你身上小魔仙，那个为了让你伤心而让你开心。知道月月肯定是他们那个舞蹈队里面的另外一个。我从来没有失去过月月，月月从来没有，月月在我心中的地位你明白吗？ You understand？ 来了，哎，终于没有我的台词了。好，我来了是吧？装了，我没有台词啊。装了，哇，太霸气了。刘海，虽然说你喜欢我吗？小叶，你根本不就是刘海啊！小叶，你根本就……哦，你叫小雨是吧？好尴尬呀，小雨根本就不应该来的。哇！这打的动作要一样吗？哇，厉害，打的动作都要一样。哇，记住这个！哇，你看，上步。啊哦，虚步，步步，你看这个冲拳，你看那个爆炸，飞了，爆拳啊，那是。手，我怎么孩子这么多？你打了。哎，很多的都是 B boy 的那些脚步。晴天，哇，这个倒立，好强。好了，我连他们还要帮你。我求你们不要再打了。啊。我就两句词了，小雨，你就不应该来的。现在请欣赏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组表演，表演者刘耀文、贺峻霖、杨浩翔、马嘉祺。等一下，妈妈。他在笑吗？不要不要儿子，不，妈妈爱你，来让妈妈看看你的眼睛，来让我们亲一口，快把眼睛睁开，让我亲。妈妈要你，妈妈爱你。你不要走，你跟妈妈闹着玩呢，是不是？跟妈妈捉迷藏呢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走，不要。妈妈。
要不啥了呀？妈妈要你。怎么又来一句妈妈要你？可云啊，孩子已经走了，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了，你就接受这个现实吧。啊，彩萱啊，这样哭孩子是走也不会安宁的，你让他早点投胎转世吧。我们这孩子没有缘啊，我们太穷啊，养不起他呀。哇哦，厉害吧，我实在想不出来了。好了，经过我们专家组缜密的计算呢，情深深雨蒙组四位成员的得分为台词分是110分，NG 呢基本上没有大的笑场，小笑场加起来一共扣10分吧。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那为什么加50分呢？前面那个哭是在笑吗？不，我哭的是一劲儿，我现在哭的是，他就是这么哭，哭的给他看。太惨了，太惨了。可云就是要那种疯了的感觉，这就是我们演员独特的魅力。我是看过那部剧的，他是要疯了的那种感觉。这是我们演员的独特的人格魅力，请你们欣赏。对，你要我们在那5分钟的时候，用尽了他对不起大所有的才华来想清楚，应该怎么把那个角色的那个神情、那个哭的感觉演到极致，就是在笑里面其实是在哭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那种悲伤的感觉，那种他再次感笑，他其实笑得非常的凄凉，非常的孤独。对，各位观众好，各位观众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节目名叫做紫金之巅，对，决战紫金之巅，哦不对，就紫金之巅，对，表演人员丁程鑫、张真源、宋亚轩，不要再打了，请欣赏。上，我可以忘记这些，态度很诚恳，可以啊，算是名字没说对，差点。好，不要抱我。我可以忘记这些，但我不能忘记你。当我受到挫折的时候，是你给了我信心。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可以陪你一起难过。每当你有一丝微笑的时候，我会心跳加速，甚至有时候够了。不然我们可以成为互相分享秘密的朋友。你不要再说了，甚至有时候月月我觉得他没我好。今天为什么就是喜欢他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可能取代他在我心里中的地位。小颖，你就不应该来的。孙权，住手！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，求你们不要再打了。今天不要再打了，你过来呀。哎呀，麦都给我扯掉了，我的 thank you thank you。 好的，我们120，根据我们，我觉得我们词应该有200分。你看看你们的台词一共对了16句。哇，才16句。你们不要再，但是你们笑场笑了 ，and 7次，哇，90分，扣除35分，一，哦，对，扣5分，不厉害，对，35分对145。那么第三轮的评比呢是7人同时在部曲中进行，那么以刚刚的这样一个分组图片的形式，每个人先来抽取一下自己在这个剧中的。您
凌霄。凌霄。好，现在请小丁。Neil。将自己的角色卡。凌霄。是 Neil 吗？凌霄。不。布里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字读啥呀？小时代。布里。哦，你哦，没看清楚。小。这写的真。唐宛如。布里。库里，库里，小帅，不准。我跟梁武是啥关系啊？是小帅吗？不远。原地，三兄弟吗？库里，不远。不远呢？我是库里。好，接下来。男生。男生是女的吧？女的。男生是个女的。哦，男生是女的。好了，你看着。接下来全员将来观看这一次就是。他是不是很厉害？角色挑战的视频，你们在一次观看之后，队内。好，经过这个讨论结束了，现在请问一下每个人的角色，现在有更换的吗？有，是，就他们俩换了，换不了，就一次。是严浩翔和霍去，你们是更换了角色是吗？现在请每位成员再向镜头展示一下你们的角色身份。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。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清理自己的小伤口，所以说这个架可能是吵不了了，但是呢我们时代兄弟花永远不分家。嗯，哦，这么多兄弟是花的。好的，那个虽然咱们的戏没有节约下去了，但是呢我妈仍然是会根据你们前两轮的那个表现的积分呢，给你们兑换应该有的零食和饮料。哦，记得要给助理带回去哦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，下期见。